先打开引擎盖，然后找到保险了。楼泵的保险，大部分是15安，之后就打开了，直接插到这里了就行了。装负极，拧紧，啊，搞好就行了，这边放好。现在先凑一次啊，这个手动模式没发射信号的，我们现在打火试一下。大概18秒左右就熄火了。按一下遥控器，把它盖打好。按一下。这个只要是遥控器发出信号了就可以。